非常谢谢黄副市长、陈前部长，他们第一时间致电，然后展现民主的风范。早上我是在市民基地哦，特别感谢这一路陪伴、支持和帮忙我的志工团队，每一位志工朋友在这段期间非常的辛苦，所以我特别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哦，就在市民基地邀请所有志工伙伴来，因为这次选举有好的结果，绝对不是靠一个人。而是靠大家的帮忙，我想特别是每一位志工伙伴，他们非常辛苦，不管是帮忙哲文轩准备竞选小物，甚至在选前之夜，有这么多支持的民众来，我们发动整个志工团队啊，不止在总部，还有包括12个行政区，每一位志工，大家都是我最坚强的后盾，而且也是我这一路走来，能够坚持到最后最强的定心丸。非常谢谢柯市长以及陈前部长，他们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，展现了民主的风范，也彰显了台湾民主制度的成熟。我院主任黄珊珊喊话要你落实你自己提出来的政见，那陈市中还号召支持者要一起支持你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爱台北的人，你怎么看？台北市是所有市民朋友的台北市，非常谢谢黄副市长、陈前部长，他们第一时间致电，然后展现民主的风范。我想接下来就是把市政做好，让台北更好，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。